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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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看十五问。何故说若依礼诵等？这个问也是问若啊，问这个若依两个字。因为后边正定业解释完之后呢，他直接就说这个住业，这住业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列标啊等等，就直接就讲了若依礼诵等即名为住业，这句话也是很轻描淡写的。若依就是说在讲完正定业之后这个就足够了啊，如果你要去礼拜读诵的话那也是可以的，那这个呢就属于住业，所以正和住啊它是 有差别。所以善导大师在这里的解释啊，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就说他不按照常规啊，他这种释文的体例格式是不是那么规矩的，你看起来啊觉得怎么这么写比较粗糙，你看有开头没结尾的，这参差不齐的，哪里有叠加有不叠加的，其实这里边显示了它深刻的含义在当中。第十六，注业何故只有列类结名而不解释？这个注业你看注业其实有四种，四种呢它只是把名字列出来了，若以礼诵等而且是简略的，即名为注业，没有解释的，就最后总结一下，这就是注业的。那么原因呢，一个是前面啊这五种呢他已经解释过了啊，前面在五种正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简略的解释，再一个这个地方呢它是不一样的啊，它跟正定业相比，前面这个口称即一心专程彼佛也解释过了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又加了三十几个字详细的解释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不闻世界究竟，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，顺彼佛愿故，又加这么很长一段。可是注业呢这有四种，但是呢根本就没有解释，就是一带而过，这个轻重虚实也是非常清楚的。而且列例的时候和为什么举礼拜和读诵两种行，他举一种行不行吗？因为注业有四种行对不对，他举了两种，那也可以举一种，若以礼拜等行不行？或者说举三种，若以礼诵称啊，若以礼诵观察等，或者把四种都列起来。其实这里边礼拜好和读诵你看出来没有，礼拜它是在三个若当中取了第一个若字，若礼即一心专礼，读诵呢是在两个一心专里面取了一个第一个读字读诵，这是两类，这两类呢跟这个口称之间的正定业之间的关系啊，它有一个亲疏的关系，因为口称正定业其他四种为注业，这个四种注业当中呢也分为两类，所以它一定要会取两种形。那么像这个读诵和观察呢，它虽然是注业但稍微远一点，而且它是就行立性的立性解决性的问题。那么这个称名还有赞叹供养呢，这两种注业它跟称名啊，这个礼拜和赞叹供养它跟称名之间的关系啊，它直接的是跟它一体的，是三业当中的身业和意业，所以这两种注业的关系呢跟称名更近，而且是一个类型，它就都属于形体范围之内的，所以就行立性它是立性啊，就行的行业，所以很近的，前面是就这个立性的，所以起宽生性啊，立性，所以有这么一层关系。所以他不可能只举一行，只要如果只举一行的话就会漏掉了，这个两是两类就会漏掉一类，那么举三个也没有必要啊，三个那你举三个不如把四个都列出来，如果四个都列出来呢显得非常的就重了，就四个都列出来它就重了，它没有必要四个列出来，它是
把它一带而过的，所以它必然呢是点到，就举一个代表。那么这个代表里边为什么只是二行，为什么一定要是礼拜和读诵呢？任取两个读音，比如取观唱、取赞叹供养，行不行？那不行的，一定是礼拜和读诵的。啊，读诵，当然清啊放在第一，然后读诵里边呢在等这个观唱阵型，来礼拜阵型当中呢来等赞叹供养阵型，因为它次序是这样的，有前有后。你如果用赞叹供养的话，它是最后的了。那么这两种阵型的时候，礼诵它可不可以讲若以诵礼等鸡鸣为助业，可不可以呢？不可以。那如果按照五种阵型来讲，读诵是在前面，一心专读诵，然后礼拜在后面。为什么这里要说礼诵等呢？因为礼拜还有赞叹供养，它是三个弱字在一起的，它跟称名是很近的，所以它放在前面。那么读诵呢比较远一点啊，就放在后面啊。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哈，正确不正确供参考，大家看到这里啊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，都可以思维的更深一些，因为祖师的文句啊含义都很深很细密。勤于思维肯定是多有发现，像淘宝一样往里面淘，你不断有宝贝出来。接下来呢解释杂行，你看解释杂行的时候他也没有像解释正行一样，言正行者专以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正行，何者是也？这显然有那种轻重的不一样。如果要平衡的话，如果一定要那么四平八稳，那就说言杂行者不专以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杂行，何者是也？无量杂行等等，那就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就不成为讲话的规矩了，因为杂行是它要淡，这个地方一定要不能重墨，是淡，淡到什么分寸？就淡到点到就行。除此正住二行之外，起于诸善悉名杂行，一句话带过了。所以在文句上，在它的遣词造句方面，这个都是非常用心的。那我们说上海大师他会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会那么想那么多吗？他不一定，肯定不会想这么多的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么多呢？因为上海大师他要出神入化了，他自然就是那样子的。那你要解释就要解释这么多，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身体它是自然的，是一个有机体，每一个部分是全息的，一个指头要包含了身体的全部的信息，它自然就成为样子，不过指头讲我长成全部信息，它自然就长成这样，耳朵啊、脚啊、什么手啊、掌纹啊、牙齿啦、什么眼神啦，它都是全部包含的。但是如果你要解读这个人，你要解释的话，那你就要解释的很多了。所以我们来理解，那一定呢，就我这个还不算多啊，你这个再解释，它一定是非常完整的、全息的，就是说这一段文它包含了整个观经书、整个五部九卷，所有的思想都包含在里面，只是你读到深和浅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刚才这读例，我们读到两种三昧，这是肯定不错的。至于说你还要读到更多的内容，那叫进一步的去思维啊。我们讲到心行业也大致肯定是这样的，安心起心作业，他不然干嘛讲助业呢？为什么讲五种正行呢？为什么讲一心专呢？他明显的心行业嘛，这三个字都有了。那如果你读不出来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所以比国比佛，这个都是大节的地方，一般啊都不会错的。所以杂行没有叠势，就是要虚要淡。第十八问，正住二行和正住二业有没有区别？你们说有没有区别啊？啊，有没有区别？肯定有区别嘛，没有区别它有两个字啊。那么区别在哪里呢？这个行呢是讲它的形体行法，这个业呢是讲按照这个修行去做，就修业修相。比如这个板凳和坐板凳，板凳是给你坐的，你还没坐上，坐板凳和板凳是不一样的。这五种阵型是讲是一个凳子，是一个就是板凳啊。那么这个业正坐二业就是你去坐它，你修这个五种阵型就称为业。
所以安心起行作业，作业是个行法的相续，你在修行你才有业。这个行放那里，你不修你没有业啊，你为什么会有业？因为你身口意三业去修的时候才有业，这个业就有力量，是正定业还是作业，是真实业还是虚假业，还是杂散业，这个业呢会引导我们到一个方向。所以这个业它指我们落实在我们修持方面就称为业。所以那我们很明显，这前面讲的五种正行是要落归在正作二业当中的，业才谈到修行的。所以安心起行作业啊，讲修相。前后共有六个弱字，我们这一段啊，弱啊很多，有六个：弱理即心专理，弱口称，弱赞叹，弱以礼颂等。后面说：若修前正诸二行，若行后杂行。修前正诸二行，那么就是正诸二业了；行后杂行，那就杂业了，杂散之业了啊。这个就是，这有六个弱，这个六个弱有同不同吗？这前面三个弱跟第四个弱是差不多的啊，意涵是一样的。他们有同的地方，这个同就是说，祖师在这里呢没有，是让你自己选择，是把这个题啊提给你，你如果要修的话就这样。那么这个你看，唯一不加弱的就是哪一个？镇定之业，没有加弱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弱不弱的，就是一定要修的。一者他没说弱行镇定业者没有那回事，这个地方没有弱的，其他的都有弱啊。若以礼颂等，礼拜也有了，读诵也是弱了，前面礼口这个前面这个都加弱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五种正行当中这个镇定之业它是特别强调啊，肯定没有含糊的。第二十题，为什么修正行即心常清净，杂行即心常间断？这个是由正行的形体所规范，还有杂行的形体所障碍的。因为正行这五种啊，都是随顺阿弥陀佛的净土，所以你要修正作二行呢，他自然心中心心念念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就心常清常净，这样意念就不断，就明灭无间。如果你行后杂行呢，形体障碍，即使杂行的人他也愿生极乐啊，可是啊，他就送这个经送那个咒，这跟阿弥陀佛都没有关系，送个金刚经还在那观呢，观空观呢，这个直接的跟极乐净土跟阿弥陀佛他要回向转折才可以。所以呢就心常间断，那么这样的心常间断怎么办？让他不断要把它加起来，那怎么办？修完之后回向，让他建立一种联系，虽可回向得生众名疏杂之行。所以这个虽可两个字啊，也是一个转折的啊。第二十一问，前标旧行立性，是旧行处为何？是立性处为何？啊，我们前面解释过了，这是回头到最后总结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回想一下。前面讲旧行立性，讲旧行的地方，其实就是讲口称。当然，总的来讲是五种。如果别分的话，口称、礼拜口称和赞叹供养，如果再聚焦的话，就是镇定之业就行。那么立性呢？立性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一心专。那么如果以五种正行分判来讲呢，前面两种正行就是起观生性来立性的地方。所以这个五种正行里边融合在一起，每一种正行都讲一心专，这个就是立性。那么行呢，就是他的读诵啊、观察啦、礼拜啦、称名啊、赞叹供养啊，啊，这个如果五种来立性的话是这样子的。这里边呢，大师是有他啊，刚才讲浓淡、虚实、轻重的分寸不一样。杂行可不可以立性呢？其实大师的释文当中是比较含糊的，从第一句话就开始，这种含糊就给你空间，它就有那种方便摄受的力量。说然行有二种，这里面就有两种语气，
如果你专修正性的人说，哎呀，那我以正行来立性；那有的人是杂行，他说，哎呀，那我杂行也可以立性。这就是有两种语气，他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。即使修杂行的人，你对你的杂行也要建立信心的。所以虽可回向得生，他是给了一点希望，给这种前面的光明。本来都修杂行的，再不立性怎么行呢？但是不能在这里停止，还要往前面有更深入的立性。所以讲，虽可回向得生，众名殊杂之行，既有给你希望，同时说这里不足，还要往前走深入，这是殊杂之行。所以他这里立性是有次第的，所以这种解释啊，都非常的圆满。所以虽可回向得生，是否是杂行立性的分歧呢？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它后面有所不足的。那么这里的立性是住业立性呢，是五正行立性，还是正定业立性？当然，是一层比一层更深入。那究竟来讲，是以正定业来立性的。所以他加了一句话：顺彼佛愿故。不管是正定业的，你看正定业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啊，有哪还不一样？我还没详细的思维，我们就想到哪讲了。第一个，他没有什么一者正定业，二者住业，言正定业者没有，直接的就来，这是他心非常迫切不一样。第二，有一者没有二者，这显示唯一无二不一样。第三，前面虽然解释了专称佛名，下面加了很长一句话的解释，这是不一样。啊，第四，他没有弱子，这是必须要做的，这第四点不一样。第五，在解释的时候，他说顺彼佛愿故，这是把他的根本点出来，所以宏愿的分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对第六解释他的行业的时候，他不仅没有弱子，而且说行住坐卧要不问时节久近，要念念不舍，这哪里有弱子啊？这是肯定必须要做的，这是不一样。第七，他的名立名不要，叫正定之业，这怎么能比呢？正中之正，正定之业啊，跟住业那是不一样，跟别的正行那也不一样。所以种种来讲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核心和骨干。我们下面呢，这张图表，这张图表其实昨天啊，我们大致说到了。最高的一层就正定业，就称名。称名正定业呢，能够含摄礼拜和称赞，所以第二个阶位的就是称礼赞，那就到了五种正行里面的弱，这三个弱。这三个弱呢，再往前展发的话，就把前面读诵和观察这两种正行包含在内，就成为五种正行。如果再展开，这个第三里面叫读观礼称赞，那个读观可以后面打一个小括弧，下面注上观经，这是指观经的啊。第四个阶位的读观，这指诸经的，这就展开的更广泛了。那么第五个呢，诸经的读诵和观察展开就是无量杂行。这无量杂行到第六阶位呢，就是佛经所讲的一切行。那如果逆推上去，一切行就是圣道门的修行。圣道门的修行回向求生极乐才成为杂行，就是无量杂行。这无量杂行呢，就归纳为读诵和观察两种杂行，这两种呢，就纳入到这是诸经的读诵观察，然后呢升再上升归纳到观经的读诵和观察。那么观经读诵和观察呢，指向礼拜和称赞赞叹这个行业。那么这三种呢，收纳为称名的正定之业。所以这样的诸行像金字塔一样，一切行直接的有上面一个点，就把所有的行收盖在内了。那我们大家下去后也可以自己再深入细密的思维，一定啊所理解的啊会更多的发现和更多的法喜。所以祖师的著作啊，总是让我们很通畅。那我的解释啊，也是供大家参考。你说就一定到此为止吗？那是肯定不到此为止的，还重重无尽的意思啊。我们来看正杂二行门的探微，这个地方啊，也就是读一遍啊，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前面都解释过了。问：何以正杂二行有一者二者没有弱子？判得时即有弱子，
判正杂二行得实的时候呢，就说若修前正住二行，若行后杂行，也有若字。这是专门就这个若字和一直二者来提问的。五种正行呢，前面两个不加若字，后面三个加若字。正住二业呢，有一者没有若字，无二者又加一个若字。若以礼送等，你看没有二者，还加个若字，只是用语不同，还是别有深意。就这里边让我们会感到，如果把它列在一起，就觉得哎呀，这里边到底是文字上那个遣词造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呢，还是别有深意呢？大师示意重重无尽，转身转妙，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的，越到里边越深入，越细微，越微妙。总以观经要门的显说开入弥陀别异宏愿，这是个大原则。他不管怎么说，他是用要门显说，然后呢一层层深入，把弥陀的宏愿给彰显出来。所以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些问，你看都是要突出弥陀宏愿的。既是一字一句，一句一字不可加减，楷定之书，遣词造句，存墨取舍，必有起由。就他用哪一个字，不用哪一个字，一定是有它原因的。虽然深意难知，只成一管之见，就它深妙的意义可能我们难以把握。那下面呢就说啊，所见到的是管见，就是很局限的。先大判正杂二行，列表就说呢，一者正行，二者杂行，这个怎么样，循于常规，平淡无奇。这整个这段文呢、啊、其实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。首先它是平的，你看就行立信者然，这个然字稍微有点薄，有点这个像那个音律一样，它稍微加重了一点，有一点味道。然一抖动一下，然行二种，接下来又是平的，一者正行，二者杂行，这很平缓。啊，言正行者专一，这个地方都是平淡无奇的，正常的。接下来一心专读诵词，这是一个小高峰，哎，上升了，就直接强调一心专。接下来呢又淡了，虚化了，若礼若口称若赞叹供养，这个若字就没有一心专，它就淡化，就是有一个小高峰降下来。降下来之后呢又就此正中复有二种，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。再降下来之后，一者一个起跳很高的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这是一个最高的高峰，一下起跳上来。好，解释完之后哗降下来，若以礼送等，降下来了。降下来之后呢，除此正足二行之外，自于诸善细名杂行，还是降下来之后顺着这一个，它也没有再加重了，就是这个再往下降。那么到最后呢，若修前正足二行，若行后杂行，都是比较平缓的，这个语气都是比较平缓。所以这整个这一段其实是先起势为缓，然后一个小高峰再降下来，然后啪一个高峰，然后降下来，然后就是平缓往下躺，它是这么一个心境。次解正式正在二行叠式呢，说言正行者人见规矩，就是一般的规范性的都这么说的。到他列五种正行的时候，读观这两种不加若字，礼称赞一一再加若字，这个非是常规，以见波澜。这样的解释已经不是常规性的了，它有若没有若字，这里边就有一个抖动，就有一个波峰啊，见得这个起了波澜了。此名五种大分为二，前二种呢为显为重，后三呢为隐为轻。比较隐秘，比较轻微啊，淡化，不是这个浓墨重彩的。加弱字嘛，就是给你选择，如果要，这不就是淡了吗？前二要门观佛为宗，后三宏愿念佛为宗，但是把这个五个放在一起还是观佛为宗的，因为弱字就是淡的，不然的话他在这个两个宗就不能够。所以他讲到为宗的时候，其实念佛也归于观佛，讲到念佛为宗的时候，其实观佛也要服从于念佛。所以善导大师你看他讲得很清楚，在前面这个五种正行并列的时候呢，他是以观佛为主的，
所以讲一心专，这是观佛为宗。那么念佛既是口称，是正定业，他以观佛为宗的时候，他就讲得很淡，若口称即一心专称彼佛，这是要归属于观佛三昧为宗的，所以他一定要加一个若字。虽然药门是全，宏愿为实，但是事宜的次第没有开显的缘故，全实未明，且顺机情，从药门倒归宏愿，先立于观经药门方便的立场说话，以独观为重为显为浓为实，列于前，直接说一心专，不加若字，而且着重在此观经，把观呢这个加一个此字，理称赞呢放到后面，一加若字，这个他的语气和语义啊，和全同药红分判，他讲什么？起药门者即此观经，言宏愿者如大经说，还有炼观两宗的分判文说，即以观佛三昧为宗，亦以列佛三昧为宗，所以他的语气的浓淡都是一样的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很清晰的。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药门是全法，宏愿是施法，但是在解释的时候，它有个次第开显的关系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标明观佛三昧为宗的，所以在这个五种正行并列的时候呢，它就是站在观经要门的立场上。那么对于读诵和观察正行，是给予比较隆重的色彩的，而后面三个呢是淡的，啊，这是它跟药红分判和炼观两宗。语义语气都一模一样，接下来第二个次第那就不一样了，是要将明正住二业，显示宏愿正宗，要唱释迦素怀，这个时候但生佛意，不拘其情，就直接的来声明佛的本意，不在于呢考虑你这个众生根基的这一边，因为众生根基那边前面已经引导过了，过渡过来了，说又就此正中复有二种，如果这个底下的解释依照常规的话，它可以列标一者正定业，二者住业，接下来再叠释言正定业者，但不然，但实际上上海大师的素文当中不是这样的，此等规矩荡然扫除，不按规矩出牌，不按规矩出牌了，直接说一者一心专念，乃见大师起意急切，这个意啊是非常急切的，所以往生意急不同杂散之业，不讲那些啰嗦话，许多的礼貌话，还有那些文绉绉的，还有那些四平八稳那些都不讲了，正当显佛愿意，遣词造句不循常规，知显知说掏心掏肝，不及稍缓，如老学究度八方不也，这个地方来不及了，就是掏心掏肝的直接抓出来，知贤知说，不能再像老学究一样度八方不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回向斗的回字有五种写法，那个都是做学问的，所以大师他这里说话那都是很有讲究的，这都是显示他这种信仰，他这种重点，他这种救度众生的悲心迫切，因为要显佛愿意嘛，不循常规。那么是正定业说什么呢？一者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等。如果以惯例在解释注业的时候，应当有二者一心专读诵等。但是总列的时候说有二种，分开解释的时候呢，只有一者，没有二者。所要解释二者的内容，另外加了一个若字，说若以礼诵等，轻轻一笔带过。这样呢，显明正定业至重至实，住业呢为轻为虚。正定业一种有一者来冠起，啊，这个冠起两个字啊，就是一个帽子，然后呢起来一者，又有34个字的详细说明，而且不加若，显明必不可少，没有二者，显明是唯一不二。那么它的重它的实
它的浓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是从文字学的立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作业四种呢，仅仅简单的举出了李宋二种，等起于二种，说若一，若是不定语，名可有可无，而且又没有二者贯起，只有结名即名为注业，不见一个字的解释，其非清和虚呢？这一比注业就显得非常的清和虚了，很淡。轻重相比，虚实相对，别异宏愿立宗，专称镇定之业，如大海浪涛陡然扑面，欲避不能，只能任其飘没，何等酣畅！就这种文句，这种手法，它很长的意蕴，如果你能理解的话，你就觉得说这个轻重啊，还有虚实啊，它就把宏愿、顺佛本愿故这种一心专念、镇定之业，高峰陡起，就像大海浪涛一样，突然就扑面而来，那是很，就说让你猝不及防的。很重的一种压过来，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，如果没有感觉的话真是费我老僧一片口舌。确实是大海浪涛陡然扑面，你想回避都不能行，那怎么办？只好顺起飘没，就是大海浪一卷过来，我们就成了一片什么小木头片、小木渣子，你不就浪一卷唰一卷过去了吗？就你读书，你读祖师的经文读到这个地方，你就被镇定之业这个浪涛啪一卷，你自然就会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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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如果搞那么多什么镇定业者、助业者、言镇定业者、言助业什么，那个就淡了，就那就是那个小浪顺着脚跟慢慢爬过来，那怎么能卷走你啊？这个地方就没有，就是海啸来了唰一卷，多少人十方众生唰一卷带走，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就善导大师他用这样的文句，他有一种非常大的心力，这种心力是爆发式的，他来不及，用不着，不可能用那种四平八稳的度步，所以他就说又就此正中复有二种，一者一心专念，哗哗哗哗哗哗，一下就来了，他不能再慢慢来的，不行的。就这个地方你说这个艺术性，这种感染力，这种穿透力啊，要好好读啊，你读完之后还不念佛，你是没脑筋，这个就没感情的。自己读完之后你就感觉它的力量，它整个的力量的就是力量，这个点施力的点就在这个地方，很有精道，这个根本就不是文字上能表达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祖师说楷定古今，说这个观经书是活的，这不是活的吗？现在看都是活生生的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任其飘没，但是我们这个飘没不是长没长流转那个飘没，我们是何等酣畅舒服，被弥陀的功德大宝海卷走了，那你就是准备去龙宫里面受赏嘛，对不对啊？得宝啊。名注业呢，就举礼等赞同一类故，举礼等什么等这个赞叹供养，这是一类的，礼拜赞叹和称名这三业是一类。举诵呢等什么等观读诵读这个观察又一类故，所以这是两类，必然会举两种。礼诵各是前方便故，顺于言次必举礼诵，那么不可以举观吗？可以举赞吗？又以若以若修这个观啊赞观等，不是，他礼诵在前面是前方便，所以呢这个次第来讲一定是举礼了等赞，举诵了等观。专礼比佛与专称比佛呢同类更近啊，我们该讲三业都是围绕着比佛来旋转，这是一类的更近一点。读诵与专称呢另类稍远，也说过了，它是就行立性的立性这一部分，这是行的部分，所以呢它是另外一类稍微远一点。这样呢必然是以礼字居先，诵字居后，这都是很细微的地方。正行解释完毕了，转是杂行，
如果有前面的列标，前面讲一者正行，二者杂行，以及惯例的话，应该怎么讲？底下可以讲言杂行者，但不这样，又不这样，又变了。所以善导大师啊，真是变化无常。到这里啪又变了，你真想要这样的，他不按这规矩来，他都不按规矩出牌的。你想这个地方应该言杂行者，没有一者，后面应该有个二者，他没有。所以这个也富有二种，应该有一者正定，二者注业，也都没有。就是说都是出乎你的意料，你想这么写，你说你以为这样，你以为这样怎么行，那是你啊。所以祖师他不按你的规矩，这里边都有他的意涵存在。但不然，只一句，除此正住二行以外，此于诸善悉名杂行。这句话讲的话真是啊，大手一挥啊，哗，无量乾坤一手揽尽，无量杂行这么多，所有的一切一手一挥，通通就包含在内了，干净利落。到这个地方说，除此正住二行之外，自于诸善悉名杂行，啪，就停止了，不再讲了。那杂行怎么样？你还要伸着脖子在听呢？这个地方就戏台，就是锣鼓一声就，这个戏台就撤了。这干净啊，舒服啊，读书啊，你这个读书有读书的味道，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，你会觉得大师真是干净，干净利落。你多再多讲话就是多余，就是要怎么画蛇添足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完以后又加一句，感觉到你的好，你的话很微妙，这句如果漏掉了，哎呀，对不起读者，我这么妙的话写上，加了一句又感到不够，又加一句，啊，甚至有人在演讲。讲了以后底下都是鼓掌，都鼓道长家下台了，啊，我还有几分钟讲一下子这样。我们会犯这个毛病，因为大师多干净，这个干净你舒服你知道吧，那心里面给你搞得透亮。我们的东西啊，人家读起来像茅草一堆一样，然后茅草人家都要吐出来了，说对不起我还再塞几根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判正杂得实。另外以后你们看，注意看上人的文章，干净，真的干净利索。我们讲修行，怎么讲修行？你看他写的文章说的话你就知道有道没道，一看知道。啰啰嗦讲半天，讲了50分钟，其实就一句话，烦恼多，内心烦恼多，不干净不简洁。那么写文章也是的，拖泥带水写一大堆，其实就几个字就说完了，但是没那个功力。另外你心里边你没那么简洁，没那么明爽，你本身看不到这一点，所以力量就不够。最后判正杂得实呢，各加一个若字，你说若修前正住二行，若行后杂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前面既然道理已明，道理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怎样正定业，怎么散业，怎么等等，今呢得实开显，现在呢在显示他的得实的利益啊，得利益失去利益，何去何从，何取何舍何取，一任行人自选，却见大师悠然情趣，旷淡平怀。大师就是不一样，前面他心很重的，到这个地方我都已经交代完了，所以底下你看他又开始卖关子了，若修前正住二行，若行后杂行，那你看着办哦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有那种救心立性，就是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，已经搞得很明白了。所以这样就显示大师啊，他这种非常开阔的一种心，他什么人都能包括进来，他就是没有那种你堵得慌，没有那种强迫你啊，一定要你如何如何。但是他的意思又表达的非常的明确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显得他悠然旷淡。那就看你了。你们该怎么办了？这个是个感叹，于兮大师啊！我们不懂古文的也搞两个字，哎呀，我们的大师啊，完全不循常规，纵任自心，恰如天马行空，无拘无碍。天马行空什么意思啊？就像我们在地上开车，你一条路要走的话，那你只能被这个路所限制住了。天马在天上走，还要有什么交通规则吗？还是往前往后说哪里红绿灯，没有的，想东就东，想西就西。大家看这个
孙悟空啊大闹什么坐了弼马温的时候，他不是吗？天马行空啊，就是自由自在，无拘无碍，所向无方，没有固定的方向。你看到这个地方说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应该讲一折震地的时候，啪，方向变了。你看这个地方说，哎，要加一个弱子的时候，啪，他不加，又变了。哎呀，不加手，啪，他又加一个弱子。就你的方向，你根本就看不准它，没有方向。虽然这样，但是呢，它是天衣无缝，浑然一体。我们已经把这一段学过了，你想想这一段是不是天衣无缝？哪一个字能够动？天衣无缝啊！什么叫天衣无缝？看我们这个衣服就有缝，然后呢，那个搞裁缝剪啊，缝纫机剁上，天衣是一个整的，没有缝，浑然一体，无可挑剔。没法挑。大师精运语言文字所暗藏的悲智如此之深，摄化力如此之大，五人只有感服称礼。我们只有在感动的趴在地上磕头，哎呦大师真的礼拜，你没有别的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太佩服了。到这个地方其实就完了，后面就续貂了。在后面其实我是列了一个小话放在旁边的，就是把这一段啊跟药红分判做了一个大致的比较。正杂分判就相当于药红分判，一个是刑判，一个是教判。那么正性五种呢，就相当于药门引入红院，这引入的次第是很清楚的，是观佛三昧为宗啊。正定业就正杂得实呢，就相当于药红费力。正定业讲顺彼佛愿故嘛，正杂得实这就显示得时候就费力了，所以有分判，这三个阶位，先有分判，然后呢从药导入宏愿，然后有费力。这个正杂一样的正杂分判，然后呢有正行导入这个杂行导入正行，然后最后呢讲到正定业和正杂得时候就费力了啊，这看得清楚。比如说虽可回向得生和这个虽说定三两门之意，这不是一样道理吗？文句和意义都一样，就有个虽字。正定业之文说顺彼佛愿故，说一心专念念念不舍，和这个忘佛本愿一向专称弥陀佛名，这不都是一样吗？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正杂二行文和药红分判的关系再也清晰不过了。好，我们这两篇就学到这里。那我们学习法义啊，语言文字就会多一些，但其实啊，还是归到这句阿弥陀佛。就像大海的水虽然很多，这么多的水也只养一颗龙王顶上的宝珠。我们法义学习的再广博，其实还是养这一颗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大家呢，人喜欢念佛，每次我进来坐在这个地方，我都说，哎呀，你们讲的比我好，你们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个才是我们的这个龙顶的宝珠，讲这么多都是海水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上午到这里。